告诉你的秘密啊，我从来不数一二三的。第一次演反派，就是既新鲜又还挺有压力的。举手是要演反派的一些特点，就是蛮危险的这个人物。说话呀！他在这个戏里面的造型，包括他的表演，都会跟他以前的电影不大一样。你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时间把我的包给我呀？你输定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输定了！再紧张一点。我杀你一个，我杀十个都可以。杀了他。他是一个完全给到危险或者是压力的一个角色。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是可以对抗刘德华先生的演员，这个人物放在一起是有压力的，所以动作上面的那种要求是往真实。一二三，主要还是拳腿上面的。枪械也很过瘾，而且是截击类型。我们会有风效，现场会声音很大。到这之后就你抓这条干嘛？对，要给吸出去。也有在空中的一些威亚那些动作，也觉得很有特色。导演他老说我一笑就不像麦克了。演反派角色会有一些动作上的也好，还是行为上的也好，会给别的演员会更大的压迫感吧。然后动作上也会更有攻击性一些。这个不够力，要快一点，抓他，松一点点，看着他跑。我反而还挺有压力的，就是每次先是拍的时候凶人家完了之后，你喊卡，我就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样子。我希望可以观众能够找到他另外的一个去处是要跑。